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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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那么进入这个夏天，然后我们泰山动物园针对这个动物的销售降温，主要做了这些措施，具体就是有这个在动物的馆舍的房顶正上方，然后加盖了一些遮阳网，来让动物有一个遮阴避暑的地方，然后在黑猩猩馆，然后大象馆，给它放置了一些冰块，来让他们能够更快速地进行一个消暑降温，然后从它的动物的饮食方面进行了调整，把它的这个甘草类的主食换成了这个夏季的一些新鲜的绿叶蔬菜，能够使这个动物能够摄取到更多的水分，来达到一个消暑降温的作用。